这栋楼位于厦门华光路的尽头，建筑面积近5000平方米，高7层，外观是红色砖墙，楼里头啊集办公、生活、酒店、娱乐于一体。一楼是接待大厅，二楼是带有小包间的餐厅，三楼是多个桑拿浴房，四楼是卡拉 OK 和一个小型的电影院，五楼除了赖氏夫妇的卧室呢，剩下的全是精装修的客房，六楼是富丽堂皇的总统套房，专门为重要的领导准备，七楼则是赖昌星的办公室和个人卧室。硬件自然都是顶级的，但红楼真正的杀手锏，则是赖昌星高薪聘请的女公关们，据说是在全国各地按照港姐的标准挑选的，最终留下的40来位都是绝色佳丽。